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天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诚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楞严经呢，大概啊，再讲个三次。那在我们这个讲完的时候啊，我们会回顾这个。前面这个比较好的啦，我们会再复习一次，这样呢才不会说我们已经研究了太久，前面都忘了，所以会再呢这个回顾比较好的再重讲，把那个应该呢要注重注意啊实践的呢我们再说一次。那我们呢就讲到我们讲到第几页？26。26后面吗？对，好，这个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学历。这个受因它很这个虚妙不会呢遭受这个学历。那原定花明我们这整个等于是佛性本体的原定花明。那三摩地中就是正定，三摩地正定，实践的正定心爱绵粉，这个我们一看到有这个心爱绵粉就已经不正确了，就已经这个落入那个已经偏了。所以虽然佛都是在讲这个魔会来扰乱，可是呢我们把它呢努力的看佛都在讲我们的佛性啦。所以只要呢我们那个前面那个正的方面都努力的这个加以施守的话，那整个意识都会呈现。那等到我们一起心动念有心爱绵粉成起精思贪求去合已经有贪求又有心爱这个已经都不正确了。所以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已经呢跟整个宇宙虚空都互合吻合，都已经合了，然后我们还要有那个贪求，还要有心爱那表示呢我们的私心我们的修持还没有到达究竟，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所以贪求契合了以后那个耳识的天魔就已经呢等候等候我们已经不正确的时候他就要来扰乱的挥金护轮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前面都已经尽了以后可以说这个已经呢蛮理想了，可是在我们周遭周遭的这一些人呢那个魔来利用所以就挥金护人。那么口说呢经法那个魔他不会说我是魔他来的时候不会这样说，一定呢是变佛的形象让你看了都出来佛来了，然后听呢又是讲经说法就是很殊胜，他以为呢就是真正的遭遇到不知道呢心念一动那个已经招魔了。那么其人时不觉之魔着这个人他不知道已经呢着魔。那么一言自得无上涅槃这个讲得到已经最上的那个涅槃不生不灭。那么来比求和就是来跟他呢因为贪求契合他就来求和。那么善能指处污作说法
那么其行即彼听法之人啊，外无啊千变哦，就是外面的形象啊都没有千变。那么令其啊听者哦，未闻法前啊，还没有听法之前哦，心啊自开悟哦，真好啦，还没听法哦，心就开悟啊哦，然后念念啊哦一语。哎，就是啊，一个念接一个念，哦，就一直啊呈现，啊，都是呢开悟的那一种哦，这个现象。那么后呢，得到这个四命，哦，后呢有他心，哎，这个就是六通了哈，四命通，然后他心通，就是能够啊知道呢别人的心在想什么，哦，或见呢哈地狱啊，哦，或知人间。好恶的哦知识哦，也看到地狱，也看到凡尘的好坏哦，或口说呢偈哦，那个偈语呀、啊，或字呢诵经，那么各个啊哦欢语得未曾有哦，都很高兴呐、啊，哎，以往都没有这样，啊，世人啊愚迷哦，就是啊，哎，这个不知道呢哦正确的。那个是、哦、事实，那么惑、啊、迷惑呢为菩萨，那个、哦、魔、啊、看成是菩萨、哦、那绵爱、啊、其心破佛呢律于、哦、犬行啊、哦、贪欲，所以各位、哦、可以知道、啊、那个魔呢他很喜欢、哦、欲，就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啦、哦、那个魔很喜欢，所以只要、啊、一涉入、哦、有男女之间的、那个贪欲、啊、那个就已经、哦、不正确了、哦、那个道就不正了。那么、口中的号远、哦、就是、啊、这个魔呢借着菩萨的形象、啊哦、来讲说佛呢、哦、有大小、哦啊、某佛先佛某佛、哦、后佛，佛呢有大小，佛有先后。各位浅显，佛有没有大小？没有。他有没有先后？没有。我们在相、哦、形象啊来说、哦、有大有小、哦、在形象来说有前有后，可是、哦、我们要知道、哦、真正的、哦、佛、啊哎、它是一体、哦，没有大小，没有前后，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哦、我们要懂相啊有分别啊，性是没有、哦、这样了解吗？形象有分别啦、哦啊、我们的性佛性啊都是一体没有。那其中呢、哦、亦有真佛假佛，这个其中、哦、有真的有假的，各位浅显，有真的有假的吗？哦，所以落入啊这个形象啊，哦，真假两边啊，哈、哦，落入形象。那我们的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它没有两边，它没有对待，哦，没有真假，这样了解吗？我们好像对自己的信心都不够。哦、要相信自己呀、啊哦！我们就是、哦、不生不灭的，哎、那个、啊、已经呢跟、啊、天呢都合在一起。那么男佛女佛，有男佛女佛吗？哦，那这样的话呢，就已经太低了啦、哦、所以要了解到、哦，是一个绝对体，没有两边，哦，没有男女。那么菩萨亦然、哦、菩萨也是这样、哦、其人见故啊，洗涤本心，然后易入啊邪物，本来是对的、哦哎啊、把它呢、哦、对的都洗掉，然后呢走路啊、哦、变化走路啊、哎、那个、哦、魔收的那个见，那么此名、哦、魅鬼、哎、就是啊魑魅的魅、哦、魑魅魍魉魅鬼，年老呢成魔，扰乱呢世人，哦，这个扰乱啊啊，这个修道人，那一段时间以后，哦，这个魔啊厌足心生，
就是久了他也讨厌了，就弃彼人体离开呢，那个借的身体呀、他已经离开了，那所有的这个弟子与师啊，就是在会场的这一些呢，即现了亡难，就是啊，犯了完成的法律呀、那个亡难就是完成的法律，都是啊要抓去关的。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整个社会啊，你只要是落入啊，那个性侵害，要不要关？要不要判罪？就是这样。他已经就是啊，潜行贪欲呀、一定的被人起花，所以就陷亡难，就被政府啊这个抓去关。那么汝当先觉啊，不入轮回。这个佛呢跟阿难讲说，你要呢先能够觉悟啊，不进入轮回，迷惑不知啊，不要说呢遇到魔还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会堕入无间地狱。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第三呢，贪求契合。那么心爱呢，绵稳正义啊，不遭呢啊，不遭受那个受因的学历。那么自己啊，觉得说定心呐、绵密已经够了，自己的定心已经够了。那么圆通啊，妙定得以发明自觉呢，妙用啊，吻合得到呢，一生生。就是意啊，有一个身就呢到处啊，这个行持都无碍，没有障碍。那么上力菩萨六十圣位，那么由是啊，以禅定的这个心中呼起呢爱慕必至啊，成己其精神竭尽啊其思虑，贪求呢去合密契啊真理，那么吻合啊妙用。豁然的开悟，那么即此贪求契合的一念变为啊自魔之有，所以那起那个贪呐、魔就来了。那么魔现呐、这个其密契之事，都、就是他心中想的，魔都知道，就显现了、他心中想的事。那么各个呢欢愉得未曾有绵爱。缠绵的亲爱啊，有这个密啊，有欲啊，密觉其心，信其呢教化破佛的律那个佛的这个戒律啊，都把它打破。那么与其同事啊全行贪欲，那么佛佛道同啊，古今呢一致，那么其有先佛，这个佛都一样的，没有先佛后佛。没有大呢大佛小佛，没有真佛假佛，没有男佛女佛，没有那样的妄穷啊真极超乎呢这个相对，乃名为佛。就是妄啊已经都全部没有了真啊就呈现，那么已经超乎啊那个相对的相对就是两边啦、两边呢、都已经超越了这样才叫做佛。那菩萨也是一样也都超越两边，还妄也都尽了也叫做菩萨。那么魔护之人啊盛行贪欲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个作爱。那么又以啊变化男女孝行欲事。那么其人见故啊见魔护之人能令啊开悟密趣啊之事并呢信其所说深认啊这个学为正将妄啊作真，妄呢把它当成真的。那么洗涤啊本所修心本来是对的啦，把它洗掉就呢进入啊邪物魅鬼啊就是遇到那个畜生啊就成邪魅鬼。
这个是第三个。那么接着呢，第四个，又善男子啊，受晕呢，虚妙不招学历，言定花明，这个呢都是一样，三摩地中啊，心爱呢根本，所以各位就又了解说，这个又产生啊起心动念，心爱根本，贪求呢变息呀、啊。有那个心爱，有贪求，那么穷懒，就是啊，一直啊观看，就是啊游览所有的物化，以及啊性的忠实。各位浅显，性有没有忠实？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有没有忠实？有没有？好、我们的身体有了哈、有生有死。我们的佛性啊没有，所以性啊没有，那么精爽呢其心啊，贪求变息，有所贪求啊就已经不对了。那么耳识天魔活得其变都是这样，所以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修三摩地的时候啊，就是啊这个啊一念不生，万念都放下，那个才是正确。那么挥金护人，口说轻话，其人呢现不解之魔者，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啊求远，那个远就是我们的那个根本，就是本来。那么善男子次啊，呼作说法，那么身呢有威神，吹拂啊求者，魔当然他有他的魔威啊，那么令其坐下呢，虽未稳滑，自然呢心服，还没有稳滑呢，心啊就降服了。那么是知人等啊，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呢，即是现前，哇，大家拢特别这个成就啊。那么我若身上啊，户户子子啊，地带相生，即是法身呐、啊。各位浅显，我们法身啊，以法为身，那个这个法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叫法。所以这个法的身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就叫法身。这样知道吗？我们这个有形有相啊。叫什么身？就叫肉身啦、啊。法身啊是没有形象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人骗的。说你的法身啊，这个很庄严。各位浅显，法身能够看得见吗？可不可以？所以或许又把它拉到之前讲的。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还记得吗？记得。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是不是没有能所已经都一体了？所以一体的、我们跟天地一体融合了，这个就叫如来了。安尼知无？没有形象啦，有形象就会变化，有形象就有生命。那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啦，已经都没有，全部没有，是不是真的见到如来？如来就是这样啦，安尼吧无，奥不奥妙？若有所见啦，你有能见，有所见啦。即是邪见，就是邪就是不正啦、你的见已经不正了，这样了解吗？你看我们讲都是连贯，之前这样讲，现在也这样讲，往后也这样讲，都是这样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法身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我们这个肉身啊，
不久就要还给天地呀、啊。哦，过去百年呀、啊，咱什么人还搁在家？一百年后啊，我们谁还在这里呀、啊？都不在了，对不对？可是，一百年后啊，我们佛性还在不在？都还在。哦，啊、所以我们了解到佛性很亲切的。哦，你看咱今嘛吼，手要叮当，嘴要讲话，什么人在主宰？是不是拢佛性？所以我们整个在凡尘的所有一切啊，主宰都是佛性的。啊，咱家己唔知影吼，迷糊，吼、哦、起火才造业的，造了业就要受苦，是自作自受。那我们了解哦，原来本来就是哦，就是佛。我们本来就是佛，所以啊，我们的思想一改变了、啊，哦，想说自己就是佛，你敢做坏事吗？敢不敢？就不敢了。所以啊，自我取喜，它、啊、本来就是啊，哦，就是这个灵敏的知觉，哦，就是佛，哦，就是这个在成佛。那我们都把它哦，这个启发培养。哦，让他真的能够主宰，哦，我们的视听言动啊，都是佛性在主宰，不要让我们的六根啊来主宰，让六根主宰哦，我们六道轮回啦，让佛性主宰哦，哎，我们回归本位啦，啊，你知影不？哦，所以啊，不会很深，对不对？深不深？啊，我们生活之中啊，各位想一想看，谁在主宰啊？是不是都六根在主宰？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哦，真强了、啊，强不强？要不要降服他？嘿，所以努力啊，我们修道努力的方向，就是降服我们的妄心。哦，不管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嘴巴吃的，身体摸的，意念想的，我们都要降服他，不要让他做主了，让他做主就是哦，造了业就要受苦，哦，那我们都佛性来，启发出来，哦，指挥视听言动，哦，听佛性的话，这样啊，会造业吗？不会了。是不是解脱了？就一定解脱了、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解脱是我们自己、啊、不是说来跪着求仙佛，哎呦我很艰苦呢，你可以给我解脱吗？有没有这样啊？我们有没有这样？老实说，所以哦，要知道哦，都是我们自己哦主宰哦，我们呢啊在凡尘啊哦，一定呢要分辨的哦很详细哦，六根啊虽然都是哦很啊现实的在生活里面呈现，可是啊它是哦卑尼跟奴才，不要让它当主人，我们让它当主人久了，它就变成哦站着位置啊。都不走了，哦，前病都不放了。那佛性哦，因为我们佛性的修养啊，哦，真的好，哦，你六根跟佛性争哦，哦，一定说六根胜利呀、啊。那佛性它都退位，哦，它都隐藏了，哦，拢无快啊，哦啊，咱的六根哦，就要拜，不要拜无。所以哦，我们就是哦，降服我们的妄心，哦，六根产生的、啊、都是妄，不真，要降服。一降服了以后啊，妄啊尽了，真啊就显，哦，佛性就出来，哦啊，佛性一当家了，不造业，哦，不受苦了，哦，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啊，户户子子啊，地代相生哦，即是法身呐、啊，是不是乱讲？我们以后看到啊，啊，黑黑白讲，
会不会啊？那也都没反应啦，是一个在想讲是哦是哦，哎，那个白阿囝哦，一代一代啊，哦，迄拢化身，啊，拢伫咧延续落来，哦，不是哦，哦，一代一代形象啊，我们要了解都是假的，哦，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啊，都是假的。常住啊，哈、哦，不觉那个常住啊，是我们的佛性。哦，我们的知觉性呢、啊？我们的知觉性呢、啊，才能够常住，哦，才能够不觉。那么多指啊，现在哦，那个魔呢，哎，龙吼，哎，说呢是现在，哦，那么即为啊佛果，哦，现在呢，哎，就是佛果，哦，北五啊，净居啊，哦，即啊金色相。哦，金色相啊，就是啊，成佛了以后啊，哎，那个身体的形象。那么其人哦，信受，哎，就是没有智慧啊，哦，才会信受。哦，王师啊，先心，哦，那个之前哦所修的心呐、啊，已经都失掉了。那么生命呢，哦，归一哦，这个就归到魔去了。德啊，未曾有哦，自己都还很哦骄傲。那么四等啊，愚敏，哎，就是哦啊，愚痴啊，迷昧，后为啊菩萨，哦，迷惑呢，那个魔啊，就是菩萨。那么推究其心啊，哦，破佛律，潜寻贪欲啊，哦，口中好言，眼耳鼻舌啊，皆为净土，哦，男女恶根呢，即是菩提，哦，涅槃呢，哦，真处。哦，我们要了解到哦，菩提涅槃啊，哦，这个觉啊，哦，跟呢不生不灭、啊、都没有形象、啊。那我们男女二根有没有形象？有。那有形象哦，它会不会变化？它是不是真？不真呐、啊。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哦我们的智慧。哦，彼无知者啊，哦，信是慧也，哦，无知呢就相信了、啊，哦，那个误会的言语。那么此名啊，哦，蛊毒，哎，这个哈、哦、蛊毒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以往好像在新疆地区啊，就有养那个蛊啊，哎，放哈、哦、放在人这个身内，哦，受他控制啊，哎，蛊毒，哦。这个厌胜啊，恶鬼哦，年老呢成魔哦，这个久了就成魔，扰乱呢哦，我们修行人。那么厌子啊，心生一样哦，那个魔他都没有哦，那个恒心毅力呀、啊，他一断呢哦，他就厌了，讨厌了哦，所以人家过得哎如他的意呀、啊，哎他也不满足，他就呢离开呢哦那个戒的人的身体。然后弟子已失呢，哦，一样呢，即现亡难，被政府啊，哦啊抓去呀、啊，哦关在呢监哦监牢狱。那么汝当先觉哦，不入轮回，这个都哎佛都讲一样，哦迷惑不知的话呢，就会堕入啊哦无间地狱。哎，这个是第四呢，哦贪求啊，哦变虚。这个我们在讲本轮的时候啊，里面的这一些解说呢，都已经讲了，有没有？要不要再讲一次啊？可以不用了哈、哦，所以或许才写那一本哦新的，哦有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一些解说了，啊这样的话哦，我们容易啊心集中，哦容易了解问题，哦修啊就好修，不会复杂。可是呢，既然哦大家要求呢，哦讲这个解说本啊，那或许就顺着各位的意思，哦就解说。可是啊，或许在家里有先看，因为我们要复习前面啊，哦前面有好的啊，我们要复习。那一看了以后，嗯，那都头前跟后边讲拢同款啊，哦他的原文跟解说啊讲的都一样，哎啊，所以我们就。哦，翻过来二四八，
好、哦，又呢善男子受因呐、啊，吼、哦、虚妙，吼、哦、不招学历，吼、哦、原定的花名三摩地中啊，吼、哦、心爱啊玄意，吼、哦、周流精言呐、啊，贪求敏感，吼、哦、所以一样，吼、哦、这个呢啊发生的情形啊都是一样，都有心爱啊，都有贪求。啊、所以呢魔就来了、哦、耳识天魔、哦、获得其变。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前面所讲的、哦、那个五十五位、啊、就是、哦、依事、啊、来修正、啊、魔不老事、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无问自收、啊、是依性来修，那佛会老会扰乱，因为啊哦、我们依性来修的话、哦、就直接回归本位了。那你依事来修、哦、那个一阶一阶、啊哦、非常的久，那个时间、啊哦、过得、哦、非常的慢、哎啊、所以都不容易。而且我们又、哦、有那个所得心，只要你修到一个 阶段、啊、你那个所得心就去不掉，那、啊、去不掉啊，再进哦就困难。那、啊、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所得心去掉，才能够哈、哦、前进呐、啊。啊，所以我们一直修，修到已经成就了，然后啊无所得，哦究竟圆满菩提了，无所得，是不是已经全部都去掉？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哦那个所得心呐、啊。哎、就是要学着把它去掉，我们有所得心、啊、就很难进步。那有所得心就是住相，住在形象、啊哦啊、会不甘、哦、不肯舍、啊、那不肯舍、哦、我们、啊、范围、啊哦、我们所心所居住的范围就窄了，不宽。那心、啊、我们窄了以后，我们想说、哦、法身是以天地虚空融为体，然后我们现在的心、啊、都是一个小角落，这样复合吗？不复合了啦，所以、哦、不能有那个所得心呢放在心内、哦、一定要去掉、哦、那个所得、啊、我们要想、哦、一口气不来、啊、我们那个所得、啊、要交给谁啊？我们所得要交给谁？一定了哈、哦，没办法了，对不对？好、哦，让它带不行哦，又带不走啊！哎，我们那个所得啊，一定都是要交给别人，哎，所以我们就早一点交，早一点都把它呢交出去哦，拢无所得，拢无所得哦，就是全部都得了啦。你整个心很宽广，得不得？就已经得了很宽广的心、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是自己、啊、嘿把自己形成、哦、很多道经就讲哎呦我鸡鸭等鸟啊多我说那要谁那个鸡的那个肠啊、哦、鸟的肚啊大不大、哦、很小、哦、我说我、哦、你怎么会想这样他说我们人就这样够意啊有的很宽广的、哦哦、可是真的有的蛮窄啦、哦、一点点都跟人家计较、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自己选择要怎么样的生活、哦、是很宽广的生活呢还是很、哦、狭隘、哦、很狭窄的生活嘿都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哦、所以这边呢、哦、这个要贪求、啊哦、那个敏感哎，就是啊，明中明就是黑暗呐、啊，暗中呐、啊，哦，暗中好、哦，我拢会知影。各位想不想啊？敏感，想不想？拍摄讲了吼、哦，想，哦，都想，哦，敏感，哦，这个什么事都还没到，我都知道，哦，敏感。那么耳识的天魔啊，哦，获得其变。然后挥金护人、哦、他呢、啊、又来进入人的身体
哦，口说经法，那么其人呢？哦，言哦不啊，觉知魔爪，哦，就是啊，不知道已经着魔了。那么一言自得啊，无上涅槃，哦，已经呢啊得到啊最上的成就，哦，来比啊求应，哎，就是来跟呢，哦，这个贪求敏感的啊，哦，相应。那么善人男子处啊，哦，呼作说法，哦，能令呢这个听众啊，哦，这个赞见啊，其身如百千岁了，哦，看到咱的辛苦哦，哦，一百回一千回，那心生爱来。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哦，看到自己的身体啊，哦，好像一百岁、一千岁啊，它怎么样？拖老没啊？所以啊，有形有相的哦，你要很如意啊，哦，那个都没办法了，哦，咱大家拢要爱讲长岁寿，啊，咱即马看啦，年纪大的人哦，大项拢无方便，哦，要行要吃，哦，要出去佚佗，要哦做工课，怎么样？哦，真的哦，不免啦吼，哎，不免哦，不用，滑跳跳吼，然后哎，短命无要紧。不过好些在想，活了七十来，哦，我们人呢都有这个心呐，啊，哈，哦，希望呢，哦，活得很长寿，所以啊，百千岁，心生的爱染，哦，不能啊舍离。那么身呢为哦奴哦奴仆，哦世世啊供养，哎，就是啊，哦用呢这个一般在供养哦那个修道人的方式，那么不觉呀，啊，哦疲劳。那么各个啊令其啊哦坐下的人心呐，啊，哦知识先思哦本善之事哦来摩罗咪颠个真高，那么别生的华爱啊哦年奴啊哦娇妻哦迄干那家的姜的果啊哦啊干那菜哦迄菜啊你也袂打哦我足念的哦你啊伊啊擦擦的你唔知影讲哦淡淡甲坐落哦。但是你背起来，伊也算地理起来。哦，得未曾有。那么世人呐，啊，愚迷哦，后为菩萨哦，清净啊其心，破佛呢哦律，潜行啊贪欲哦，又以是哦都是一样。这个魔都很喜欢哦，男女之间呐，啊，哦那个爱情。那么口中的好言，我以前世啊。哦，以某生之中啊，哦，先度某人，哦，当时是我啊，哦，妻妾兄弟啊，哦，今来相度，哦，与汝啊相随，归某世界，哦，供养某佛，哦，所以哦，各位先生，我们因为哦在凡尘的哦六道轮回太久，遭遇的事情很多啊。Hey, 所以人家一讲出来我们都不敢否认啊，哦，对不对，不敢否认就是默认啊，hey, 啊所以哦，hey, 我们要了解到，hey, 我们，哦，那个，啊，主宰的佛性啊很重要，哦，要有，哦，本佛性本体所发挥的，哦，那个智慧，hey, 叫做般若，我们要有般若妙智慧来分辨所说的话，纵然哦是哦累生累世啊，有作会哦是亲戚哦是一家人，那又怎么样？哦，你看呢，啊，夫妻啊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啊各分飞，对不对？哦，是一家人啊，没错啊，哎，但是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谁管谁啊？都没办法了，对吧？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哦，大事重要，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这个大事重要。
那么大呢、哦、光明天佛呢以中住、啊哦、一切的如来、哦、所修基地、啊、那么彼无知者、啊哦、信是虚狂、哦、相信他讲的那一些、啊哦、虚化狂化狂言、啊、何必共遗失本心，把自己的本心遗、啊、失掉。那此名呢、哦、厉鬼、哦、这个叫厉鬼。年老呢成魔，扰乱呢、哦、世人，厌足呢、哦、心生气，比人体、啊哦、一样。弟子已失呢、哦、就即现亡难、哦、汝当先觉，一定呢、哦、要事先、啊、就能够觉悟，知道呢、哦、这个是魔，不对了、哎啊、也要知道说啊，我起心动念的不对了、哦、我不能贪求、哦、贪求不对了、哦、这样呢魔他就不会、哦、来扰乱、哎、所以啊先觉就不会进入轮回、哦、迷惑不知啊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哦、是第五个啊、哦、贪求呢这个敏感，他一样的、哦、我们又把它、哦、讲到本文。又善男子、哦、受因、啊、虚妙不招学历，原定、啊哦、花名三摩地中、啊、各位前贤对三摩地了解吗、哦、我们有讲、哦、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哦啊、三个、哦、翻成中文、啊、都叫正定、哦啊、因为奢摩他呢他着重、哦、领悟圆融的真理，三摩地、啊、着重实践实际的去修，然后禅那、哦、他有功效呈现，所以三个正殿、啊哎、用出来的角度、啊、都不同。可是我们要知道、哦、三摩地就正在实行之中、哦、正在修就是实践、哦，那我们、哦、要了解、哦、真理之道呢要实践，咱也爱走，那如果没走、哦、都不是我们的啦、哦、所以知道了、哦、要行、哦、像说、哦、我们做万年放下、哦、就一定、哦、要去实行，只要你有空间三五分钟都没关系，只要你久了、哦、你就真的可以敏感。我们北部有人达到啊、欸、那不用贪求，是自然而然呈现，因为他很努力做、哦、他一直啊、哦、累积很久的时间、哦、他真的都会呈现、哦、这个不是假的，他也不是贪求来的，而是他做功夫努力、哦、万年放下忘啊一直、哦、一直呢消失，然后真啊、哦、一直呈现、哦啊、才有这个、哦、功效、哎、所以他那个叫禅那、哦、那么心爱呢、哦、深入、哦、心爱、啊、起心动念、哦、就已经呢、哦、错误了、哦、那贪求啊静谧、哦、这个贪求静谧又、哦、不对了，贪求所以克己呀、啊，心情哦，乐处啊，哦，因己，哎，就是一个人哦，啊，静静的，哎，都没有人嘈杂，这样好不好？你一个人哦，啊，拢无人甲你吵，好不？所以哦，我们哦，有形有相，哦，要了解到，当你正在。很嘈杂的环境之中呢，你就会想说：“哦，我那一个人静静就好。”哦，可是啊，当你一个人静静哦，和你经过一个月、一年、两年，好不？好不好？那个时候走路你就走不去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群居社会啊，互动，哦。所以就不用、哦、特地、啊哦、你要、啊、到什么样的那一种、哦、那个环境之中、哦、进去、啊、那一种、哦、里面的内容、
哦，所以这边呢，哎，乐处因己，哎，就是哦，独处。那贪求呢，哦，静谧，哦，尔时天魔，哦，又来了，佛的即变了，他一直在等候。所以我们哦，这个各位前贤，我们修性的哈，哦，哎，不是从事修的，是从性修的话，千千万万啊，不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哦，魔拢伫边啊咧等，拢咧候，等候啦，等候知道吗？伊伫边啊咧等你啊，哦，你哪拢哦正念呐，他才没办法咧。可是你只要有哦那个贪求哦，已经念不正了，哦，一俩的机会啊，哦，他就要来作弄了，哦，因为你修真啊。把魔功打破，他不容许你打破魔功了，依旧贪念凡尘的魔功打破凡尘魔地大了，哦，这样知道吗？哦，所以呢，我们在修哦性的时候啊，哎，就是一定的哈，哦，要笃定啊我们的心念念啊哈，哦，就是不能起心动念，哎，唔通你讲。啊，我咧想啊，无人也无看，各位姐姐，有人看也无。哦，要了解到哦，你心念一动啊，哦，这个十方啊，整个十方都融通了。哦，不要说无人知哦，哦，我们要了解说哦，一定的要哦正，哎，正道。嗯。哦，魔呢？哦，尔时天魔候哦，等候啊，哎，他已经起心动念了，他已经呢有贪求了，然后就挥金护人，然后口说奸法，哦，那这个人呢？哦，不觉知魔爪着魔啦，哦，不知道，哦，一言自得无上菩提，哦，拢讲好，我得到哦，已经哦佛的果位了。哦，来比呀，啊，哦，求因善男子处啊，哦，呼作说法。那么令其呀，啊，听人哦，各知本业哦，或以某处啊，哦，以一人言哦，汝今为时啊，以作畜生。哦，那听到呀呐，讲你今嘛未死哦，唔过已经你去做哦，做精神啊，会怎么样？很恐怖哈，哦。哦，然后刺死一人啊，哦，以后啊，这个啊，踏为哦，顿令其人啊，哦，岂不能得？哎，就是讲哦，安尼为哦，伊个哦，脚撑甲打咧，啊，好伊要起来，爬袂起来，哦，那么于是一众啊，哦，倾心，哦，这个倾覆，还有各位啊，我人还袂死，我已经做精神啊，恐怖。哦，不要自己害自己啦，哦，自己吓自己，无迄个代志啊。那么有人起心呢，哦，以知呢，哦，取照，哦，这个佛律以外啊，哦，这个众家呢艰苦，哦，毁谤比丘，哦，骂力啊徒众，所以哦，那个魔，哎，在场的时候啊，你伫咧起心动念哦，伊就知影。哦，你伫咧起心动念，哦，已经有念了，然后你的念头是什么？哎，他都可以啊，哦，讲得出来。那你在听，在现场一听的，哎呦，厉害哟，拢会知，哦，一定是菩萨，哦，都这样。那么不必呢，哈，哦，积嫌，口中好言呐，哦，这个未然的，哦，后福，哦，就是还没有到的，哈，哦，那个。灾难啊，跟哈，哦，那个福报哦，未难就是还没有到哦，后福啊就是好的跟坏的。那么极致呢，其实啊哦，豪华无私，讲想要搞的时阵呐，哎，宗教一讲的安呢，哦，真准哦，哎，所以哦，这个我们还真好骗哈，哦，各位前我们人好不好骗？此大力鬼哦，年老成魔，
扰乱世人啊，哦，厌执心生，气比人体一样，他都会哦厌足啦，哦，就是啊，扰乱哦啊，感觉讲嗯差不多安尼啊啦，哦，再下去啊也没有什么花样了，他就哦离开了，然后啊弟子已失啊，就会具现亡难，哦。那佛又跟阿难讲说：“汝当先觉啊，哦，不入轮回，迷惑不知的话呢，就会啊堕入啊，哦，无间地狱。”那么又哦，善男子受因啊，哦，虚妙不招学历，哦，原定呢发明三摩地中呢，哦，心爱啊之见，所以哦，看到那个心爱之见啊，就知道哦，麻烦又来了。哦，勤苦啊，言循哦，贪求啊，是命哦，这个不用贪求了。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哦，哎，这个都有经历呀。那么耳识天魔哦，后得其变啊，非经乎人，然后口说经法。那么其人思不觉之着魔哦，魔着就是着魔。那么一言自得无上涅槃，哎，都说呢自己已经得到。哦，佛的果位，那么来彼啊，求知善男子次，哎，那就来了，呼咒说法，那么世人无端呢，哦，以说法处啊，得大宝珠，哦，在说法的地方呢，得到呢大白哦大宝珠，那么其魔后时啊，哦，化为啊畜生，哦，口悬其枝啊，哦，及扎珍宝，哦，自测啊，哦，虎毒。哦，知其义务啊，哦，先受彼人，哦，这个呢好像在变魔术啊，哦，后着呢其体，哦，又惑天人啊，哦，藏于地下，那么由夜明珠啊照耀其处，哦，是知天者呢得未曾有，哦，多时啊这个药草，哦，不掺呢加钻，哦，加油草不爱加崩啊。哦，后食日餐，哦，一麻一麦，那么其行啊，哦，回冲，你一天哦一顿，才吃一粒馍，吃一粒糜啊，啊，佫规身躯足肥的，可不可能？哦，爬袂起来就会哦，哦，啊，倒在眠床，倒在涂骹爬袂起来，哦，才是正确。那魔力啊，哦，持固，有啥物哪会讲？哦，食少个哦，遐大块，迄就是魔力啦。哦，魔力诶，哦，持。那么毁谤啊，比丘骂力徒众，哦，说讲这一些修道人的坏话，哦，不必啊，积嫌，哦，都呢啊，这个啊，这个不可以的那个哦现象诶，他们都哦不避嫌呐，哦，所以这个呢。哦，就已经哦很超越、很超过了。那么口中号言啊，哦，他方啊这个宝藏，十方得哦贤圣啊，哦这个潜力之次啊，哦随其呀、啊、这个或者啊往往见有哦，对啊，不要去看，佫真是也有。那么其余之人啊，哦此名三女，哦土地哦这个城隍。哦，穿哦玉啊，鬼神年老成魔，哦，或有宣云呐、啊，哦，破佛律，所以哦，这些魔一定有这个哦，男女之间情爱的事啦，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都是十余魔。那么以成事者，哦，犬行五欲呀、啊，哎，这个五欲啊，就是我们的哦，这个整个啊，哦，这个在外面哦的这个现象。哦，我们的哦眼睛看的哦，然后耳朵听的哦，然后鼻子闻的哦，嘴巴哦吃的，身体啊触摸的，哎，那个就叫五欲啦。哦啊，这个五欲啊，害我们是最惨。哦，所以这个五欲啊，我们不能来换。那么后有精进呐、啊，哦，这个纯食草木，哦无定啊行事。哦，只有吃草木，那么扰乱世人啊，一样厌足心生啊，哎，就离开了哦，这个修道人的身体，哦，弟子已失啊，
哦蓟县啊亡难，都被政府啊哦抓去关。这个呢是第七个哦，贪求宿命哦，所以我们不用贪求了。哎，这个自然哦修的功夫到了，哎，我们哦都会知道，哎，功夫啊已经到的时候啊，我们的佛性里面哦，他都会啊哦这个告诉我们哦，我们呐、啊、哦累世的经过，那我们哦就是要了解到啊，纵然呐、啊。哦、都已经知道了、哦、你顶世人又去你那世人、哦、你做皇帝那又怎么样，现在就在受苦了，对吧、哎、所以你知道宿命、啊、也没用了、哎、所以我们、哦、就是要努力、啊哦、这个、修持。那么有、哦、经文又善男子啊，受因哦，这个虚妙，不招呢学历，言定呢花名哦，三摩地中呢哦，心爱呢这个神通哦，这个大概一般人都很喜欢呐、啊、哦，心爱啊神通种种变化哦，研究啊化缘哦，变化的根源哦，那么贪取呀、啊、哦神力。哎、就是希望呢、哦、有神力，那么尔时天魔呢、哦、获得其变、啊哦、挥金护人口说呢经法，那么其人啊成不觉、哦、知呢魔爪预言、哦、自得啊无上的涅槃、哦、来彼啊、哦、求通善人之处呼作呢说法、哦、世人后护、哦、这个手执火光哦，手啊，哎，各有法度哦，发挥啊，加光。那么手错啊，哦，其光手啊，去抓迄、那个哦光哦，昏于啊手天，哎，就是啊，哦，昏哦，大家看，讲确实的，真实的。那么四众的头上啊，哦，是知天人呢，头上火光呢，哦，接掌哦，四尺，大家咧听的人哦，顶头头壳顶的嘿，拢有火。阿龙哦，过来烧的灯阿管哦，义无啊热性，阿个未烧哦，真不焚烧啊，未去烧着人的头毛哦。后呢，这个水上行哦，底下水的吼顶下咧行哦。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哦，在水上哦在走了，然后阿难看他哦在水上走啊，他就跟着哦，哎到水上去走。一下子咚的的，然后佛就跟哦阿难讲，哦告诉你很深，你都不听，加轻嘛。他说哦，水有风土啊，哈，凡尘啊，水有风土。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水的上面哦踩？因为水哈、哦、它有土啦，可是它的量。土的量很少，那佛他有哈、哦，哎，他等于是他有那个哦神力，他有那个功力，他可以哦一点点土啊，他就能够踩，哦啊就会能够哦浮啊，哎，不像我们人哦，因为吃的多了，所以就很重，一下子哦咚都落去啊啦，哦吃的多不多？所以啊，佛就一直在讲，因为我们吃哦，地上长的生物啊，土卡生出来物件，咱咧吃，啊已经甲土卡结的缘真深啦，所以脚不离地。有一天呢、啊，我们都不吃地上生长的东西呀、啊，我们就可以飞了。那或许一直在想说，这个地上生长的东西容易拿到啊，可以吃。地不生长的东西啊，哪一样可以养生啊？哪一样可以养生？哦，狗戏呀，哎，真的狗戏都会播呀嘞哦。所以这个水上行啊，哈，如履平地，哦，这个或许啊，坐公车啊，现在公车上面都有那个电视，哦。然后就看到
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了，有一个魔术师，他那个两层的公车啊，他一只手哦，去扶在那个公车的车顶，然后一只手伸直，然后两只脚哦在踩啊，然后所有看到的人都很惊讶，哎呦，啊那呢，哦都一直拍照，各位有没有看到？有啊，还有啊。因为在车上这个他都有那个报道那个新闻嘛，然后还有拍他在水上走的镜头，有没有？啊，无哦，还当贼啊，哦，迄伫个车底车咧行吼，甲伫水底咧行，迄差无几秒啊，就是在水的上面咧行，迄魔术师啦。魔术，他真的哈，嘿，摄影记者哈，嘿，那个在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窍妙？打开公模，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好能够啊，浮的一旦浮起来了，我一手去花咧鸟，哦，啊一手空空，啊两只脚吼，佮敢那咱咧行路安尼吼，咧叮当，嘿，啊竟然哦，公车咧行。伊嘛跟一下公车来行，很神奇呀、啊，无奇不有。有一天呐、啊、哦，我们努力修啊，努力学哦。有一天呢、啊，我们可以踩到空中，为什么？因为水有风土啊，空中都有，对不对？哎啊，水有风土，咱得个搭。那要看的人要收门票。那么或于这个空中啊安坐不动坐在那个空中或入啊瓶内安尼入在那个罐啊内底或处啊囊中在那个布袋内底布袋那么夜游啊，透墙，游呢就是窗，为那个窗门出去，透过墙，那个墙壁。那么真无啊障碍，拢无这个障碍。那么唯一啊刀兵啊不得自在，跌刀兵未使，刀兵会伤着，所以不得自在。那么自言啊是佛跟你讲啊是佛所以或者之前都讲真人不入相对不对入相就非真人啦他如果说他外高他就是很烦烦的啦了解吗他真的是像寒山舍得啊他都不讲他是文殊跟普贤不说啊他结果被风干老和尚一说以后他就秘密九头的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典故？哎呀，就是风干老和尚啊，跟那个州长讲，就请他去那个国清寺啊，去拜那个啊寒山舍得，因为他们是那个文殊跟普贤，因两个一个新婚龙十老他就直直骂那个风干老和尚老蛇，那嘴直老蛇爱讲话啦。啊不然他要到凡世间去讨啊他讲一下不能大秘在石头里面就没去了要秘入进前他有那回枪你那个风干老和尚是阿弥陀佛你不去拜你拜我们干嘛哇风干老和尚就像我那爱进去秘去就没去了所以这个典故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是那个根据那个风干老和尚说啊那个文殊跟普贤啊他到凡尘已经500次了已经来500次啊都没人办没有人认识啊所以他就故意讲就这样然后我们才有的记载啊才有的说
所以自言是佛、哦、然后身着白衣、哦、白衣呢就是、哦、我们百姓、啊哦、那知衣、啊、黑衣、啊、就是修道人。那么寿、啊、比丘尼、哦、毁谤呢、哦、残律、哦、骂力、啊、徒众、哦、监禄、啊、人事不必呢积险。那么口中呢常说神通自在哦，或复令人啊，哦，旁见啊，哦，佛土，哦，鬼力啊，哦，后人用鬼力来迷惑呢，哦，我们众生。那么非有真实哦，不是真正实在的事情。赞叹啊，哦，行影哦，不悔啊，这个痴行哦，将至啊，哦，伪蝶以为传法。那么此名天地大力啊，哦，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哦、土经一切的草木哦，居结的经脉哦，或护啊龙脉哦，或啊受呢中仙在佛呢为脉哦，所以利用啊、哦、那个天地的精华哦，然后啊在凡尘啊能够存在哦，或仙其已经中。哦，纪年啊，应时其形呢不化哦，他怪呢守护，哎，他的形啊没有变化，被别的怪哦来依附了，依附他的形，好像我们八仙里面啊，不是有一个吗？汉钟离，哦，他就是啊、那个哦离开那个哈、哦、他的身体呀、啊，啊、哦、要他的弟子好好的看。结果他的弟子把那啊李铁拐，哎，这个没有深入研究还不行哈、哦，讲的还不真切。后来就借的那个哦乞丐的身，对不对？哎，因为他的身被他徒弟埋掉了啊，没去啊，我先去没去啊，他混蛋啊，先去没边啦，哦，就去借一个身躯哦来用。欸、所以我们要好好、喔欸、爱护我们自己身体、啊欸、不要被那个、喔欸、那个魑魅魍魉、喔、那个鬼啊、喔、幽冥鬼魂借了、喔、他强的他就没办法给你救、喔、我们自己、啊喔、要用。年老、喔、成猛扰乱世人、啊喔、一样厌主啊，心生哦，气比人体啊，弟子已失呢，哈、哦，多现啊，哦，亡难哦，那一样哦，都是汝当先觉，不入轮回哦。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直跟阿难讲说，哈、哦，你已经哦能够啊啊这个成就了，啊，不要那么快啊，哦，就进入涅槃，啊，留在凡尘来教导哈、哦、啊我们众生修道。那么这个呢是第八的贪求神力哦，那么再来呢就第九啊哦贪求深空，又善男子哦受因啊虚妙不招呢学律言定呢花明三摩地中啊哦心爱啊哦入昧哦，这个心爱入昧就很糟糕了哦，研究呢化现。哦，变化的哎，这一些情形，贪求啊，深空，那尔时天魔哦，活得其变，等候啊，哎，他起心动念，挥经啊，护人口说精华，那么其人呢，终不觉知啊，哦，魔爪着魔了，一言自得无上菩提，哦，来彼求空善男子处啊，呼作说法，于大众内呢。哦，其形啊，浮空，在大众内底，瓦古的人全无去，哦，众无所见呐、啊，哦，凡从虚空突然而出，哦，为虚空个，哦，突然之间个造出来，哦，沉默自在啊，哦，要无去要出来，哦，拢自由自在，或现呢，哦，其身动如啊，哦，琉璃，哎，敢那玻璃，哦，或垂手指。或呢，旃檀器呀、啊，或大小便，哦，如或食蜜，这个或食蜜哦，都、就是甘蔗，甘蔗吼、哦、真甜啦吼、哦，啊个吼、哦、真甜呀、啊，哎啊，所以以往哦，
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讲、哦、那个后熟命甘蔗，我们吃的甘蔗、啊、那么毁谤戒律、啊哦、亲见、啊、吃家口中常说呢，无因无果、哦、一时就有灭、啊哎、这个都住相、哦、一时就有灭，无复、啊、后生、哦、没有以后的生、哦、即知还胜呢哦、虽得空寂啊，潜寻贪欲、哦、所以啊，这个都、哦、不正确的那个观念。那么受取欲者啊，哦，欲得空心，哦，波无因果，哎，所以这个、哦、不相信因果啊，叫做波无因果，哦，所以这个罪哈、哦、啊，我们要了解到最严重的，跟人家讲没有因果啊，是最严重的毁谤。哦、佛的戒律为什么？因为没有因果的话，那我们凡尘啊、哦、行善何为，那作恶啊何怕？ 你做什么痛心、哦啊、你做恶不用怕，那就没有因果啦、啊、所以因果是铁定的定律，一定的啦，有因有果啊，对不对？哎，你若讲吼，伊咧讲讲拢无因果吼，你家讲，你去路的吼讲因啦，你去路的吼两粒乌灵走去查，用白灵来看人，看你会安那，各位先生会怎么样？一定很凄惨，对不对？哦，那也无因果，很明显哦。哎，若讲无因果嘛，免呼吸。我们拿呼进来有空气就会挖掉啊，你不相信因果，你不要呼吸啊，他也不要吃饭，因为你吃饭才会活着啊，对不？有没有因果？吃了因活着果，对不？呼吸因活下来果，有没有因果？哦，很明显哦，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了解，不能说波无因果啦，那个罪过很大。那么此名、哦、日夜啊薄食、哦、精气啊，那么金玉啊之朝、哦、灵凤啊龟鹤，经千万年啊、哦、不死为灵、哦、各位就可以了解、哦、这一些、哦、那个啊动物啊、哦、经过千万年啊它不死了、哦、啊就呢为灵、哦、出生国土啊年老成魔、哦、就呢在国土出生，年纪大了就变魔扰乱了、哦、我们凡人。那么厌执心生啊，气比人体又是一样。那么弟子已失呢，多现呢、哦、亡难、哦、汝当先觉不入人魂、哦、这个魔都一再交代，每一个都一样、哦、这个第九个、哦、贪求升空。那么这个、哦、第十个、哦、贪求永睡啊，又善男子、哦、受因啊哦，虚妙哦，不招学历，言定的花名，三摩地中啊，哦，心爱呢，哦，长寿，辛苦啊，哦，延吉，贪求啊，永睡，都不会死啦、啊。哦，我们的身体啊，可不可能都不会死？不可能啦、啊、哈、哦。所以那个贪求永睡哦，他个派去啦，哦。去呀、啊，哦，昏断生，哎，就是啊，丢弃那个昏断的生死。那么顿息呀、啊，变异，哦，就希望马上进入啊，哦，那个阿罗汉的变异生死，哦，续相呢，哦，常住。那么尔时天魔呢，哦，获得其变，哦，挥金护人，口说呢精华。那么其人见不觉知呢，哦，魔爪着魔。哦，一言自得呢，无上涅槃，来比求生哦，善男子处啊，呼作说法哦，好言他方哦，往返呢无止哦，来别的所在起顿来哦，拢袂去隔掉的哦，或经万里啊，瞬息再来哦，经过万里哦，啊一时啊久尔，啊得过来。万里啊，伊个万里唔在外远。各位先生，
我们哦，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啊，有多少里？400公里有没有？差不多了哈、哦。阿曼利亚瓦亨，很远哈、哦。哎，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哦。那么皆以彼方呢？哦，取得其物啊，哎，那就是讲哦，讲真实的，无讲骗啦。哦，你去万里的所在哦，一万哦，一万公里啊，你这么说的哦，伫迄个所在提物件，敢那像讲哦，哎，咱这么来哦，台南车头买一张哦车票，然后佫提转来咱家。啊，有一张车票啊，就表示讲你有去的哦，车头对不？哦，就是这个意思啦。哦哦，皆以彼方取得其物啊。哦，去遐咧啊，确实啦，吼、哦，有摕到物件。那么或于一次啊，或一载中哦，四步之间啊，哦，令其从东一至西壁啊，哦，四人即行啊，连不到。哦，喺伫个室内吼，啊，为东边行到西边，啊，行足紧的哦，行一年拢行未到啦。哦，各位先生怎么样？我们哦，从这个墙壁这边呐、啊，然后走到这边的墙壁啊，要走多久？很快，对不对？哎啊，因为它这个膜哈、哦。他就使哦，这个人走路的人啊，他走一年哈、哦，为家行回到家了，可以想象吗？安那行？所以哦，这个都是真的是魔哦，才能够呢哦做出来的。那么因此哦，心哦信就会相信了、啊。哦，这真高哦！疑惑现前，哦，怀疑啊，哇，这就是佛啦，佛教法都做个安呢。那么口中呢，哦，常说十方众生呢，哦，皆是无子，哦，讲十方的众生拢是我的囝。那我生之佛，哦，佛拢我生出来，哦，我出世界啊，我是原佛，哦，是本来的佛，哦，出世自然啊。不因哦，这个修德，不是修才得到的哦。此名这个住世的自在天魔哦，使其见熟啊哦，如遮文场哦，就是啊，四天王哦，毗舍童子哦，未发心者呢哦，力取呀、啊、这个虚名，实彼呀精气呀、啊、哦，或不因师其修行人啊，亲自关键啊。哦，称子金刚，哦，以汝长命呢，哦，现美女身，盛行啊贪欲，哦，这个魔都是这样，哦，未欲年岁啊，哦，肝脑枯竭，哦，所以这个啊，男女之中做爱啊，你假如说一直都做爱的话，哦，那个整个啊精气啊消耗，哦，两眉都细呀，哦，口尖呢独眼，哦，听漏妖媚。前人啊未想哦，多现啊亡难，那么未及哦这个异形啊哦先于啊干死哦，要未去用形都已经哦，哎，骨也拢精气拢无啊，先死呀、啊、哦干死了。那么扰乱彼人呐、啊、哦，以致啊这个此运哦，都是死亡的意思啦。汝当先觉啊、哦、不入哦这个轮回。哎，所以这个啊，第十种啊，贪求永睡，哦，讲啊，永远拢伫凡世间，哦，拢伫咧。所以啊，我们了解哦，这个都是哦妄想心呐、啊。那么阿难当知是十种魔哦，于末世的时候啊，在我的法中，哎，在佛法之中，哦，出家修道，或护人体。或自现行，哦，皆言已成啊，正片知觉，赞叹啊，隐逸，
破佛律，哦，先恶魔师啊，以魔弟子，隐隐相传，如是呢，哦，邪经啊，昧其心腹，尽则九生啊，多益百世，令真修行啊，总为魔眷，哦，真的修行啊，变魔的眷属啊，命中之后啊，必为魔民，哦，魔的人民，施正骗之啊。所以这个正骗知啊，正知跟骗知啊，哦，非常重要。哦，堕呢无间狱，那么劝令哦阿难啊，哦传世将来哦令得啊贤知哦，贤就是全部啦，全部都知道，勿为所惑啊，不要被他迷惑。哦，知呢哦心生万法哦为正知。哦，我们的心啊生万法，这个叫正知。那么华华为心啊叫骗知，哦，正骗知。哦，所以这边呢，哦，或者特地把它呢，哦，写下来。哦，心生万法就是正知。哦，所有万法都是我们，哦，心生的。难道华华所有万法，哦，都是我们的心，哦，为心为骗，哦，那个普遍。哦，骗之，哦，修行人啊，哦，当知，凡现的神通，自称佛，必魔无疑啊，哎，这个很肯定呐，啊，哦，我们修行人哦，一定要知道，哦，那现神通，啊，主清公伊都是佛，那一定是魔，哦，圣人哦，应试啊，必不啊，哦，这个轻泄，哦，黄金呢？哦，泄露啊！哦，一定要隐呐！哦，他说隐啊，好难办，啊，伊都啊拢吼，未使个红看到啊啦！哦，一定要隐的，哦，都不见了。那么如今呐，哈，未虚呀，哦，先起极昧，所以哦，这个佛一再的很慎重的跟阿难讲，说你哦，不要哦，先起极昧啦，就是进入哦涅槃哦。众得无学啊，哦，众人已经得到哦，已经无法可学了，很高了哦，无学。那么愿流入哦，流愿啊入彼末法之中哦。这个佛呢，要阿难说，你要流愿哦，就是啊要有那个愿力呀，啊，然后进入啊哦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啊正心。深信的众生，哦，因为现在哦末法里面呐，啊，哦那个正心哦深信的众生很多，那佛呢交代阿难呢，哦就是要来救，要来呢度，哦就是呢，哦，要有那个大慈悲的哎这个心，哦令呢哦不着魔，哎就是啊令这一些正心哦深信的众生呐，啊，哦不着魔。得正知见，哦，正知正见，哎，得到呢，哦，正见，可以知道正知正见吗？知不知道？哎，因为，哦，我们要，哦，了解说这个，哦，不是我们，哦，落入凡尘以后学的啦，哦，我们要呢这个佛知佛见，哦，就是啊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哦，我们一个念头也不起来，哦，已经都没有念头，不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的时候啊，那个就叫正念，这样知道吗？你都不起心动念，没有念，那个叫正念啊，所以那个啊，就是我们哦佛的念头叫佛知佛见，哦佛的知见啊，就是正知正见。这样了解吗？哦，佛的知见，啊，就是正知正见，哎，啊，我们，哦，起心动念呢都叫邪啦，哦，已经不正不正了，啊，已经都没有，哦，念，哦，全部呢都不起心动念，没有念，那个才叫正，哦，这样知道吗？有起心动念，哦，那东西心意识啊，那个都是妄不真，那我们都没有不起心动念，没有念，
没有念、啊、就叫正、哦、正念、哦、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今度汝、哦、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哦、已出生死、啊哦、我现在给你都已经离开生死、啊、汝真佛语、哦、你就要遵守、哦、佛给你说的话，明报佛恩、啊、慎不慎重？很慎重、哦、嘿，所以佛呢很慎重的跟阿难讲说呢、哦、你呢、哦、不要呢、哦、先起急灭、哦、满家进入涅槃、啊哦、因为进入涅槃了以后、啊哦、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哎啊、所以你要留、哦、留到呢现在、啊、末法之中，然后来、哦、救度、啊哦、现在末法的众生、哦，所以啊，这边呢，哈、哦，自为得度啊，哦，先度人者，菩萨花心，家己都要未多啊，先度人哈、哦，那就是菩萨花心。那么阿难呢，哦，愿学菩萨久矣，哦，他呢要学这个菩萨已经很久，哦，故教矣啊，未须啊，先起极灭。那么众得成啊，无学之道，哦，还要留愿。哦，入彼啊末法之中，起大慈悲啊！哦，这个时当末法，魔强呢华弱，魔很强，佛法很弱。哦，邪说呢？哦，净心，哎，那个邪说啊，不正的那一些说法，哦，竞争的兴起，哦，真伪啊莫辨，哦，假的跟假的哦，才无法度去分辨，哦。发起呢、哦、大慈悲心、哦、以、啊、正知、哦、正见、哦、之乐、哦、发起大悲心以拔邪知、啊、邪见之苦。那么正心、哦、发呢无上菩提之心。各位前学那个发、哦、不是说我们没有然后把它发出来，是发现所以、哦、我们佛经、啊、就留这个、哦、微言大义、啊、我们不是都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有没有、啊、我们、啊、各位前贤我们、啊、每个人有没有无上的、哦、菩提心、啊、所以是要发呢还是发现？嘿，所以、哦、是发现、哦，那个佛经里面的花就是要我们发现，发现我们自己、哦、无上的正等正觉心、哦、就是要发现、哦、所以这个花我们一般呢都啊，我本来无现在改换、哦、都是这样、哦、解说了，可是、哦、跟真正的、哦、不一样、哦、每个人都有、哦、无上的正等正觉心，每个人都有、哦、为什么还要发呢？你发现就好了、啊哦、发现它就回来了、啊哦、那么深信、啊哦、信众生、啊哦、具有佛性，救度呢、哦、此等众生慧眼、啊、严敏、哦、修真三昧、哎、就是我们智慧的眼、哦、能够圆满、哦、光明，然后修真的、哦、那个三昧正殿、哦、令、啊、不着魔、哎、就是、啊、不要、哦、着魔心，我们先呢、哦、不着自己的心魔，然后、哦、后来、啊、不着天魔。那么阿难呢、哦、虽在恶果但为是佛、哦、故留、啊哦、禅解、哦、阿难呢奉侍、啊、释迦牟尼佛、哦、所以他没有哦、一下子、哦、到呢、啊、很高的那个程度。那么、哦、佛呢、哦、他知道、哎、所以就讲说我今度汝、啊、已出生死，那么既然已经出生死、啊哦、故、啊、这个九户悟灭、哦、要阿难呢满家喜、哦、进入涅槃、哦、当真呢佛语传世、啊、末法救度呢、哦、众生名呢报佛恩。那么假使顶在啊恒沙劫
身为床座哦，遍三千哦，三千世界，若不说法度众生呢，是则不明啊，报恩者，所以这个句语啊，导师哦，叫我们说一定呢，就是要度化众生，所以度化众生很重要了。尤其我们现在哦，上天大开普渡哦，非常重要的这个哦时机呀、啊。哦，不度的话，涅槃啊，以后啊，欠善那就差很远了。哦，那度了以后啊，哦，慢慢研究，慢慢修，哦，还哦机会很多。所以这边假使顶在啊恒沙劫，就是我们头顶啊载着哦一粒沙一个劫，非常久的时间。那么身呢为床座啊，哦，遍三千。就是我们这个身啊、哦、就非常的、多的身啊，已经变成、哦、整个床，我们晚上、啊、睡觉的床、哦、遍了三千大千世界、哦、我们整个身呢、哦、都呢遍满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若不说法度众生呢、哦、是则不明报佛恩、啊哦、不明呢这个报恩者，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要哦，度化众生。那么阿难呢？哦，前啊，哦、也有讲，将此身心呐、啊，奉承刹，是则名为啊，报佛恩。就是啊，将哦身心哦，我们的这个身心哦，这个啊奉哦，这个、啊、供奉啊，承刹，还承刹土啊，就是所有的哦佛世界哦，奉承刹。那么阿难，如是十种哦禅那的哦现境啊，皆是响应哦用心交付故现啊施事哦，所以把它啊这个内容啊哦十种禅那哦，所以我们哦就有哦这个讲哦说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哦啊这边呢就讲禅那就已经啊哦有功效。如是十种的哦禅那现境哦显现的景象，皆是呢哦响音，就是我们呐、啊、哦那个啊这个五蕴里面的响哦色受响哦响音，用心交互啊哦故现啊施事，才会显现啊这一些模式。那么众生呢哦顽迷哦顽固啊迷昧。不自啊，逞亮哦，家己啊，哦，这个龟妞啊，这个鱼啊，无修改哦，敌嘞。那么逢此其言啊，迷不自是哦，未言呢哦，登圣大妄已成，堕呢无间狱。汝等必须啊，将如来语以我灭后啊，传世末法，遍令呢众生啊哦，开悟啊，失意。都能够领悟啊，这一些哦义理，无令呢哦天魔得其方便哦，保持护护啊，成无上道哦，该砍的保护哦，在咧修道呀哦，拢砍的保护，拢可以哦那个成佛。那么如是十种的哦禅那魔境啊，皆是响应呢哦守护。以观力啊，哦，以妄想交战，哦，我们的那个观力、啊，哦，跟那妄想交战，在我们的心中，然后互为啊胜负，哦，若妄想胜的时候啊，就显现出一些模式。那么汝等啊，哦，皆叮咛护持啊，那个汝等就是叮咛护持的意思，哦，必须要将如来所说的话。传世呢末法，遍令呢一切众生啊，哦开悟啊，哦这个道理，哦悟堕入啊，哦魔网，哦故阿难呢，哦集结哦法藏啊流通，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佛经啊，都是阿难哦集结的时候啊，这个说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呢，哦都可以啊，啊这个接受、啊、哦阿难的。那一些哦，这个哦集结哦讲出来哦那一些佛说的话，
那么作为啊，哦，人天的眼目，哦，以为救世的慈航。那么普令呢，哦，这个修行人啊，依之修习，哦，按照这样来修道学习，保持真心，哦，户户禅定，成无上啊正等正觉之道。何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啊，想因尽者。哦，色受想这个第三个，哦，想因啊尽啊，哦，世人平常梦想啊，哦，消灭，就是啊晚上睡觉哦不会做梦。各位前贤，晚上睡觉会不会做梦？哦，那个就是我们的想因哦还没有灭啦，还没有尽。哦，物灭啊恒一。想因尽的时候啊，不管是睡觉，不管是我们哦清醒啊，都一样哦，都不会有哦那个啊，叫做独头意识啊，不会有。那么觉明哦虚净，我们那个哦本觉呀、啊，光明哦虚净，犹如呢哦晴空无复啊出众哦。没有这个出众，那么前尘啊影视，显现在我们眼前啊，哦，所有的呢都是影视啦，所以哦，各位前贤都是假的啦，显现在咱的眼前哦，这拢是影，哦，拢假的啦。那么观之世间呐、啊，哦，大地山河，哦，如镜呢见明，哦，干那假。这样呢三河大地啊在镜里面啊都会呈现出来、哦、那来无所念、哦、三河大地走来镜里面镜没给它黏起来、哦、过无啊终极啊现在那些三河大地又没去了、哦、也没、哦、那个终极能够去切那么虚受啊照应辽王、哦、这个晨曦唯一呀、啊，哦，精真生灭根源呐、啊，从此披哦露，都、就是为家哦，把迄个生灭根源拢古个哦披露出来。那么见之十方十二众生呐、啊，哦，必淡其类，哦，各个呢，哦，十二众生呢，啊，都呢呈现，虽未通其呀、啊，各命有序，哦，各个呢那个。啊，生命的哦根由哦那个啊这个息哦就是头息哦，那么见同啊哦生机看到呢就是啊哦相同的哦那个生机犹如野马哦意义啊清老为浮尘根哦究竟的思穴此则名为啊哦行因的区域。这个开始啊就讲哦第四个色受想行哦第四个的哦那个十个魔哦所以这个开始啊讲哦这个整个全部的哦行因的状态哦全部讲那么行因的哦始终哦开始呢跟结束啊哦之间那么透过啊哦响应实境之人呐、啊，或、哦、呢这个始终哦不起呀、啊、这个爱求常住啊性定，或呢魔来变能啊哦觉知不坏呢本修，那么如是哦用心呐、啊、哦响应呐、啊、哦就破，那响应破啊乃复呢精严，所以我们了解哦。还是要哦，这个一直努力呀、啊，哦，精切的来研究哦，故曰呢，哦，修三摩提，哦，三摩啊，哦，增进呐、啊，哦，动念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哦，没有了，寂静呐，浮想哦，消除，就是啊，我们哦，用力去想的啊，这一些浮现啊，在我们脑海这一些念头。都消除了、哦、世人呢平常、哦、梦想消灭物灭、啊、恒一不管是睡觉
不管是清闲啊，都一样。哦，这个啊，哦，灭时，哦，无梦，哦，然后悟时呢，哦，知觉，哦，悟这个睡觉的时候啊，跟呢我们哦闲的时候那个觉啊都一样，哦，没有差别。那么觉明啊，哦，虚静。哦，这个觉明就是我们佛性，我们的那个哦知觉性啊，哦，这个虚静，本觉妙明真心啊，哦，离诸梦想之扰乱，哦，而得清虚哦极静。那么犹如呢，哦，清明之空，迥无所有，哦，清明空啊，什么都没有，无复出众啊，哦，前尘影视显现在。哦，眼前呐、啊，凡尘的这一些呢，都是影啊，给。那么出众成影啊，哦，即是法尘。那么前一呢，哦，响音啊为题。那么响音尽，哦，尘呐、啊，哦，自无依，哦，已经呢，啊，都没有办法依赖，故言呢，无复，不会恢复。那么心之，哦，自体呀、啊，妙。哦，言啊，哦，先虚，那么心之照镜妙，哦，镜呢亦虚，世间的山河大地啊，哦，是镜，那么今呢心照啊，哦，如镜之光明，哦，洞见，哦，应物啊而现，毫无啊，哦，昏兮，故呢物来影现镜中，而镜无啊，哦，所捻着，物垢啊。镜灭镜中，哦，悟过去啊，那个影像啊就灭了，镜中里面没有景象，而镜内啊亦无踪迹啊，要找到哦那个之前照的镜踪迹都找不到，哦，镜视之中啊，不过呢虚受照应而已，那镜灭啊，哦，视中了然，哦，枉有尘习之可言，哎，就是哦了了分明，它没有。哦，尘啊，就是哦过往，哦习呢，就是我们哦这个这个习性，哦过往的习性啊，哦没有都没有，哦所以啊这个尘则旧也，哦即旧时的这个习气，唯一的精真，世间呢哈、哦、真体呀、啊，即第八的本事，哦那第八本事呢？哦，还要修哦，恢呢这个旧境，那么生灭的根源啊，哦，从此披露，哦，一切呢生灭根本的缘由，即第八世啊，哦，所含这个七世的种子，哦，第七世莫那世，哦，微细的生灭为呢行因的根本，那么所有的生灭啊，哦，皆由此啊流出。哦，前为哦响应守护啊，所以啊哦无法都看到，故啊不能见。那么今哦这个响应啊动念啊已经尽了，行应啊生灭的根源哦这样就显露出来，故得见啊十方，能够见十方的十二类身哦众生的生灭哦，毕竟呢克淡其类哦，淡则就是尽。哦，各命的由序呀、啊，为世因；哦，同婚生机呀、啊，为哦行因。那么今为行因所护，故曰呢，虽未得通，哦，还没有通达十二类身各个寿命啊缘由的头绪，而见呐、啊、七世的种子，哦，同婚生机，犹如野马，哦，这个野马呢？我们就是了解有大，假如说我们有火烧火一堆，还看到火顶冠，哦，遐呢，遐叫做野马，哦，那个意义啊，哦，轻老，野马呢，哦，不是尘埃，哦，就是田间的那个油气呀、啊，哦，春天呢，哦，那个晴朗的时候啊，我们的人呐、啊，伏在地上就可以看到，那么其状呢？哦，就好像水，那么其光呢？哦，如焰，那么佛经呢？哦，都称为啊阳焰，哦，那么那个鹿啊，哦，壳鹿啊，它会追逐阳焰，
哦，讲迄有水，哦，嘴大要去啉水。那么眼望哦如水，哦，到近看的时候啊，哦就没有，哦，所以这个阳焰，哦，那个佛的上面啊就可以看，哦，好像水一样。那么前五，哦，这个五阴科中呢，哦，譬如啊，哦，瀑流，瀑布的流水，哦，是啊就。其这个初相而言，那么此这个地方啊，取其细相，哦，喻呢比喻啊同野马，哦，以比喻啊行音呐、啊，哦，幽云呐、啊，微细的动向。那么意义啊，哦，就是小明，哦，一点啊光明，哦，比喻啊行音的动向，哦，忽起呀、啊，哦，忽灭。那么轻扰，哦，扰乱。哦，轻啊是轻轻，哦，非同呢，哦，前因啊是纵轴，扰呢是扰动，哦，非同后因啊是啊这个承载，哦，为浮尘根，哦，浮根尘，究竟呢疏穴呀、啊，哦，浮根是尘，乃众生的根身呢，哎，就是我们的身体，十二种类啊，各个不同，而究竟呢转变之机呀、啊。哦，进呢在行阴，哦，疏则啊，哦，门之轴；穴则呢，哦，门之臼。由疏穴故啊，哦，门得开关，哦，有法度开，有法度关。那么由行阴之故啊，哦，根尘得以生灭。那么此相不尽啊，生死难脱。哦，疏则名为啊，哦，行阴区域。所以一定呢，哦。要这个啊，行阴啊要尽哦，行阴尽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脱离生死。那么若此轻劳哦，意义的圆性啊哦，陷入圆尘，一层圆习呀，如波澜灭，那么化为啊尘水，名行阴尽哦。这个讲到啊，已经哦行阴尽了，没有了哦。那么世人则能啊。超众生浊，那么观其所由啊，哦，幽云妄想，哦，以为其本，哎，幽云妄想，我们的妄想啊，哦，没有表现出来，哦，幽云从底来的，哦，所以啊，变成行音。若此轻轻，哦，这个扰动啊，意义生灭之根源，哦，体现因定力啊，转身。那么此性体一日于原本哦澄清之际呀、啊、哦即暂不摇处，暂不摇处呢哦就已经很理想的我们佛性的哎那个住的地方所在。那么原性啊哦生灭根源的体现哦就是呢那个第七世哦原尘呐、啊、哦水浪停哦已经呢。啊，没有这个水浪了，已经停息呀、啊，哦，叫做尘，即第八啊，第八世。那么一尘哦，本原习气呀、啊，即第七的哦，第七世的行因。那么总习哦，寂静呐、啊，哎，两个哦，这个总习全部都尽了，而互还哦，世间圆明哦之体。回到呢世间圆明的体呀、啊，哦，故曰如波澜灭，哦，化为尘水；以响音呐、啊，哦，如洪波；行音呢，如细浪。哦，响音呐、啊，一波足管呢；行音呐、啊，较急哦，细浪。那么四音哦，如无浪哦，流水。哦，那个最后一个啊，哦，五音的最后一个哦，那个四音。无浪、哦啊、可是呢下卡有在流暗流、哦、直觉性体如湛蓝止水，那么今化为沉水、啊、名字叫行音已经尽。那么世人则能超呢众生浊、哦、如前面呢所说的知见、啊、每一流于世间，我们的知见、啊、都想留在凡尘，可是啊，月运啊，每长千里国土，因为我们造了业哦，月运把我们推，我们呢就在不同的国土啊，哦，一直呢哦这个搬家
哦，相知呢妄成啊，名字叫众生浊，以行音哦生灭不停，月运呢、啊、哦长千，遂成呢众生的知见。那么分浊我们的自性，那么今则哦行音啊既然已经尽，则众生浊自然呢超越。那超越之后呢，反观行音之所由来，怎么来？哦，原来呢是从幽深哦隐微的妄想哦这样来的哦，这个啊幽深隐微哦以为其本，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哎无表现出来了，你的心肝底阿妈的想，而咱当知呢哦是得啊这个正知奢摩他中呢哦知善男子泥名正心呐、啊。哦，十类的天魔不得其变，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奢摩他，哦，正知啊，哎，奢摩他呢，领悟圆融的真理，哦，三摩地啊，实际的行持，禅那呢，已经呐、啊，哦，功效呈现，啊，所以这边呢，哦，这个佛跟阿难讲说正知，哦，就是用哦正确的哎那个智慧来知道，奢摩他一样是正定。哦、就是领悟圆融的道理、哦、知善男子啊泥名、哦、正心、哎、就是能够呢、哦、灵济、啊哎、我们光明的正心，那十类的天魔啊、哦、不得其变、哦、这个十个、哦、行淫的魔啊就没有办法来扰乱，那么方得、哦、精严、啊哦、穷生类本才可以呢、哦、精严、啊、我们、哦十二类生啊怎么来、哦、怎么生，那么以本类中呢、哦、生言入者啊观彼幽清、哦、言老动言啊、哦、以言言中起嫉妒者，世人坠入啊恶无因论、哦、这个是讲啊这个啊这个行音、啊哦、有十个了、哦、十个魔、哦、分别开始、啊哦、行音、啊哦、十个迹、哦、不言、哦、十境而言十迹、啊哦、是降破、啊哦、行现，降音、啊、已经破了，行音、啊哦、显现，那么自言、啊、定中所见、哦、自己、啊哦、就是啊，这个定自己的定力啊，定中所看到而生种种的哦，那个邪迹，哎，所以哦，定中所见的哦，也不要去管它，哎，我们要佛来哦，佛斩，魔来魔斩，不要管它哦，所以定中所见不能哦被它呢牵着走，那么非有外境啊，魔事之扰。哦、没有外界模式来扰乱、哦、正知呢即、啊、不招学历，奢摩他中呢、哦、即圆定花明、哦、所以奢摩他圆定、啊哦、圆融的道理里面、啊、都有、哦、我们的正定、哦、然后发挥光明，凡人、哦、到此地位、啊哦、具有、啊、决定的善根、哎、就是呢有这个善根，那泥名、哦、正心、啊、泥就是不动，以想因、啊、实境、啊哦、不起爱求、哦、这个名就是不惑不迷惑、哦、以非经护人、啊、变名皆知、哦、所以不迷惑、哦、看到魔来护人的话马上知觉、哦、正心、哦、双成、啊哦、这个不动跟不惑、哦、不动呢就是定，不惑、啊、就是慧，它、啊、有定有慧、啊哦、就可以、啊、破魔，那么定慧均等、啊、十列的天魔不得其变、哦、它呢就没有办法扰乱、哦、我们圆通妙行乃可增修、哦、方得、啊哦、精心研究力破、啊哦、这个响音，那么响音、啊哦、即破行音、啊哦、极限、哦、已经呢、啊、第三个、哦啊，响音破了，第四个哦，行音呈现，故得呢穷十二类生，可以知道啊，十二类生怎么来哦，生灭的根本，
以本类之中啊，哦，这个啊，先言入者，哦，这个邪结啊，起迹呀，哦，并非外谋，为是啊，自心作内，哦，自己的心呐、啊，哦，这个啊，作内是为啊，心魔，哦，是自己的心找来的。那么欲于本类之中啊，哦，缘求生灭根源，哦，显露。哦，即行因显现，观彼啊幽清哦，元老动远哦，乃正观呢哦，行因幽云呐、啊、哦，清清非同的强哦，前面那个响音呐、啊、重浊哦，那么原则呢就骗了十二类身，一一啊皆然，十二类身都一样哦，即观行因呐、啊、牵流微细的动向。哦、为元老、哦、情动之眼，那么观、哦、同分生机、啊、之总相、哦、不起妄计、啊哦、一味的精眼自可、啊哦、浸破行因、哦、行因、啊、就可以打破了。那么基于缘缘中、啊哦、这个缘缘、啊、之中起嫉妒、啊哦、元老情动之眼为知行之本，是生灭之眼，那么如是观察、哦、直为圣性、哦、故起嫉妒、哦、所以啊这个已经呢、哦、落入啊我们自己心的、哦、心魔范围，不知有、哦、不老不动之真如、哦、那个呢我们的真如啊它不老也不动、哦、如如不动。那么王师本修以是呢、哦、坠入啊恶无因论，那么此乃、哦、先是外道、哦、修心邪解守立、啊哦、为理、啊、背正之恶见、哦、违背真理、哦、然后、啊、违背这个正道、哦、那个恶见。那么今、哦、这个行因呈现、啊哦、这个、行现之解是以、哦啊、之同跟他一样，故啊即啊哦，罪比论中，哦，落入啊他的那个论，哦，所以这边就有哦一二，哦啊一呢，哦，世人见本无因，何以故啊？哦，世人既得生机前破，那么乘以眼根呐、啊、八百功德，哦，见呢八万劫，所有众生啊业流哦弯环，生此啊哦十此生彼。只见众生啊，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啊，哦，名无所观，哎，所以哦，这个只有观八万劫啦，不像佛呢，哦，是超越，哦，多久都可以。那么变作世劫，哦，此等世间呐、啊，十方的众生，八万劫来啊，无因自有，哦，没有原因呐、啊，哦，自然有众生。那么由此嫉妒啊。王正偏知、哦、就是把正知偏知、啊哦、消失了，堕落、哦、外道、哦、这个迷惑对呢菩提性、啊哎、这个产生、啊哦、这个迷惑，因为、哦、这个后面、啊、都实以、啊、无问自收、哦啊、蛮、哦这个我们都没有接触了、啊、所以讲下来、哦我们大概也都很不容易啊，能够有哦这个哦同感，哎啊，所以啊，我们把它呢哦这个研究完了以后，哦修到那个程度啊，就会应付了，修到哦很高的程度啊，哦就会知道说哦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哦那因为哦讲的、啊、就比较哦这个专注一点啊。哎、就没有留下了给各位那个提问的、哦、那个时间、哎、那我们大概、哦、下个礼拜再一次、哦、那接着呢因为或许有说我们要呢、哦、回顾、啊、把前面好的、哦哎、这个先、啊、我们呢再这个研究、哦、一次，那或许呢利用、哦、这个、啊、一点点时间、哦啊、或许在家里看我们要呢这个复习的、哦、那个第几页、啊、把它呢跟各位先讲一下、哦、第八页
第九页，好，各位先好可以把它抄下来，好，第八页、第九页，好，二十九页、四十九页、七十六页，好，九十八页、一百零二页、一百零五页、一百二十页、一百五十三页，太快了，再一次，哎，准备好了，跟下，八、九、二十九、四十九。七十六、九十八、一百零二、一百零五、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三，这个都是精华哦。我们要修这一些都要知道，有没有抄下来？有。好好，下课。